我们来跟老师介绍一下这个云端硬碟同步的这个程式。那刚刚这种在云端硬碟上使用的方式，是不是就是手动的？我想到的时候我在同步嘛。那您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叫做云端硬碟的同步程式哈。您可以从有的它在左手边就会看到，那如果没有看到，我们在这里，您到我这个任务里面有个云端硬碟分享哈，最下面这里，点开我把那个连接。放在这边有没有？这里有个 download，好，这里有个 download，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好，下载下来。当然我们在这边就先不用了哈，不然这边就同步了嘛。虽然我们会还原哈，没有差。好，你到这边之后呢，我们就把它下载下来。有没有一个下载？看哪一个版本？那您的那个行动装置也有，啊，行动装置也有哈。好，我就把它先下载一下。接受并安装，好，打开。那么这个程式在执行的时候，最重要的有一个地方，您可能要稍微制定一下的，就是在这边哈。我看一下，这里还在点。等一下呢，它会出现这个画面了，会出现这个画面，这个。您不要直接就开始同步处理，因为我问一下各位，平常我们电脑如果您装了软体之后，它的档案预设都存在哪里？叫做我的文件夹，现在叫媒体柜嘛。但是你都知道那个不是你的电脑，那都不是你的媒体柜啊，都是微软的媒体柜，所以平常预设都是在 C 槽下面，这样你会不会担心？会嘛齁？像我最近，我的笔电又被我玩完了，又挂掉了。最近刚 Windows 10有一个 update 升级完，然后就又被我玩坏掉了，所以我要重装。如果我的资料是放在 C 磁碟，你就会有点担心呐、啊。我重装的时候是不是就不见了，对不对？所以呢，等一下你到这边来啊，你看这里有没有？这里认识，然后哎，下一步要先登录一下，好，来。在这边过程都还 OK，我们就在下一步。重点是待会呢有一个制定的哈，他告诉你这个都还好，在这里有没有发现预设的资料夹在这里？对不对？有没有在 C 磁碟？对啊，所以你应该不太放心嘛，所以最好这里变更一下，这样你了解了哈。变更一下，指定到您喜欢的，就是比较常用的那个其他磁碟机。里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就要问一下各位喽，请问有没有需要全部都同步？不一定，看每一台电脑，比如说我在家里面 PC，也许您就全部同步就好，但是如果您是手机啦，或者是我的那个 notebook，那我可能就只同步我要带出去的就好了嘛，不能带出去的就留在家里嘛，这样是不是也减少同步的时间，对不对？好，所以如果说您是使用预设。假设它是这个，你看我同步300多G，是不是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可是相对的，哎，比如说我今天延期，或者是我可能我今天，比如说一般我的分类就是，哎，这个进行中的专案，好，或者是就是我现在有在上课的这个课程或班级，我就同步这几个就好了。平常没在暂时没在用，我就不用同步啊。哦，我还是有同步过一次，可是呢，就是不用每次都同步。那我就可以直接挑，哎，我想要把这个勾起来，有没有？里面可以再勾，我就只同步哪几个资料夹。那到时候我的电脑就是只有这一台电脑就只有这几个是跟我同步的。那你今天想要增加资料或想要减少资料，我就在指定的这个位置，我把你的档案就放到这里，它自动就会帮你直接做同步。也就是说，我只要丢到这个资料夹里面，看你的目录在哪里，它的。这个资料夹的目录就跟你刚刚这边选的目录结构是一样的，你丢进去，云端就会开始帮你传送上去，那云端上就会看到，这样您了解的哈，所以记得一定要指定一下资料夹位置哦，不要 yes OK，结果你会后悔了。哎，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万一你真的就连上面都不看了，就因为很多人安装软体都只看这里，啊，下一步下一步啊，完成了没有？哦，完成。万一真的你没有指定，请问该怎么办？
就是用了预设值啊，请你把软体移除再重装一次。好，就是软体移除掉再重装一次，不然的话你已经指定好了，它没有办法直接修改。我不知道最近有没有改版，但之前装的就是你没有办法直接点开那个程式说我要现在要换资料夹，不行。好，这个稍微留意一下哈。好。